起梗了，你累上了，累上他抱着吧。哎呀妈，这提都经验来了，一下就上来了。哎呦我天，哎，走。哎呀，这骑梗哥呢？我也想骑。咋的？我也想骑。我你都多大了？我你还想骑呀？你不压不得压死我，不得呀？赶紧抱着我。来来，你我背着你吧，一会儿。来，我来我知道你咋整，别动，站着。哎，太沉了，夹不动你了都。好疼。你小时候我也这么扛着你的。个人爬行图啊。快往前走吧你。哎我天哪。你小妹儿一个人我都够呛了，还你还上这来骑梗梗呢，高兴啊？不就是不想抱我吗？来，野摩托摇一个，我想是一个野摩托，摇，我给你挂住了得了，挂住了，吓我的大便，害怕了，下来，啊？哎，你下去，那你亲爸爸一口吧，快，你亲爸爸一口。走，换个地方。哎，爸爸啊，我给你去好地方啊。啥地方啊？你走就知道了。往前走呗。嗯。啊，啥地？你告诉我爸爸啥地方？爸爸啊，这有葡萄架。有葡萄架？哦。哪有啊？再往前走吧。上边。啊，去那楼梯坎上去啊。这有个葡萄架。走，快，我看看去。爸最喜欢吃。爸最喜欢吃葡萄了，来宝贝下来，快点。别累着了。那我累着了，哎，走，上楼梯就是了，是吧？啊。爸看见了，哎呦我天，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哎呀。哎呀。哎呀。哇。哇。葡萄，宝贝，接葡萄了，来。爸抱你看看，能够着一个。哎呀。哎，别揪。哎呀妈。我看看，这假的，假的！哎呀，还给揪下来一个！哎呀，原来是假的，爸以为是真的呢，这不能吃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跟真的一样。嗯。哎，好吧，老关。好。哎呀，爸爸，啊，这还有一串，看看，这还有一串，这还有这么多呀，好漂亮啊！爸爸，你看还有一串，你看这啥？哇！真漂亮啊！啊，这是不是商店呢？啊，这是好像是饭店，真漂亮的花，我老想想。哇，叶伯伯呢？来，香吗？好香吗？是吧？爸爸啊，好不好？老棍儿，今天早上就这嘎住了，行不行？上这儿了。爸爸啊，我们干啥？看看。啊，这是饭店，老棍儿，爸抱你了。饭店，那都有人儿。哥哥，上哪吃饭去啊？行啊。你咋这么馋呢？还行啊，你可馋了。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想上饭店吃份儿。我都没有钱。哎呀，有。哪有钱呢？你有多钱呢？支付宝里呢。支付宝里呢。哎。回家了吧？不，那还上哪儿啊？上别的地方。还上别的？你咋这么野呢？就是不回，就是不回家的意思啊？对呀。好，接着溜达。回家不高兴。你咋回家不高兴？不回家呢？不回家就高兴。啊，行，咱俩不回家了。我说回家不高兴，咱开着就走，咱上饭。